们现在来到的是，也是很少人听过法国的一个地区，它很接近在阿尔卑斯山上脉的，叫做尚贝里，有很多人叫它香贝里。它这个地方呢，它以前是属于萨满家族，那这个萨满家族以前是属于法国，后来撤退了，到了意大利之后，就把这个美丽的城市呢留给了法国。所以这个小镇拥有什么美丽的湖畔啊，还有什么非常棒山景，原始的法式村庄。所以来法国玩，你知道最幸福最好玩的地方是你有那个时间去住当地的农村民宿看风景。那当你有机会住到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幸福，更能够体验当地人的生活。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尚贝里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这里的房子大概都是中世纪的，大概16世纪以后存在的房子，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今晚我们要住的地方。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旅游团体不一定能够住到这种饭店，但是如果是个人旅游的话呢，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体验，或者是10个人以下那种小团家族旅游，都非常适合来到法国之后去住当地这种农村饭店，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现在我们就进来看看我们今天住的传统的法国阿尔卑斯山下香贝里农村房型。来来来来来，现在带大家来参观，不是我家的我家，想要买的家却买不起的家。今天来接到我的是一个老奶奶老爷爷，这是他家，他自己的房子，他住在后面，然后呢他在这边务农，务一务之后呢，他就把前面的农地呢顺便就把它盖起来，变成这样子的房型，标准的法国式的村庄，而且是法国中南部中西部的村庄。接着呢他就开放给像我们这样子的观光朋友们去居住，在这里面可以体验道道地地的法国乡村生活。这个就是农村里面的厨房，我觉得外表是传统的农村，但是里面呢却有很现代化的设备啊，所以你可以自己带了很多的在超商买的东西呢进来。如果你是 family 全家人，或者是说你今天是小团体7-8个、3-4个的好朋友约来欧洲玩，其实一定要尝试看看这种感觉，非常深度的，非常我觉得很进入当地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体验。I thought maybe you could. Can you teach me how to turn on the heating?像你看啊，刚刚那个壁炉啊，它一通过来就通到这个地方，所以它的热气从客厅有，然后跑过来，然后到厨房里面都有。
这个地方就通了厨房，所以整个厨房里面就会有这些暖气存在，是多棒的设计，而且它还通到楼上去啊，我们再到楼上去。现在来参观这个不是我家的我家，这里的楼梯啊，包括它的屋檐啊，很多的地方都是屋主，也就是刚刚那位老爷爷他自己手做的，真是厉害，到底哪来那么好的工艺啊？所以他很保护他这个家，保养得非常非常的棒啊！天哪，这种感觉，这种 feel， 我何时能够拥有一栋自己真正的这样子的房子啊？住这种乡下是非常棒非常爽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法国的老爷爷帮我生火，甚至还送上自家产的牛奶，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蘑菇也是他自己采的，也有他自己做的面包，最后还来了一个老奶奶，我吓了一跳，我想说天哪，还送老奶奶，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就不是啊，那是他老婆啊。很多人问饭店跟农村跟民宿到底哪个好，我觉得各有千秋啊，它给你完全不同的体会啊。你别小看这个农村啊，这农村住起来也要美金500块，所以呢你觉得呢，有时候不是价值的问题啊，而是感受不同的问题啊。尤其是从房间还可以看到外面的瀑布，今天早上一大早下雪咯。今天一大早起来呢，下雪了。下雪是每一年冬天一定要感受一下的，尤其是在这种乡村，法式传统建筑的那个屋子，然后配上这个雪景，怎么看都美。然后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特别，靠近阿尔卑斯山，在法国的这个东南边的这个地方。现在停在路边的咖啡店，然后。是这样，边开车喝咖啡，好吧。今天早上车子一开出来心情就很好，因为外面下雪了，经过这些石板屋石头屋，一路看的比较少在法国其他地方看到的景色，心情特别棒。你知道很多人玩遍了巴黎、尼斯、波尔多，你有被法国深深的吸引吗？如果有，我告诉你，那你更应该要看看除了那些挤满游客大城市外的乡村小镇，到非常漂亮的乡村小镇去，不一样的感觉，迷人的风景，虽然没有大景点，但是走在这个路上，走在这个街道，那种感觉，那种氛围，有趣的文化习俗，道地的美食，很多人喜欢去日本的乡下住一晚。哎，你要不要来欧洲或者是法国的乡下住一晚啊？欧洲有太多国家，很多人把欧洲归为一体，其实不止啊。欧洲有各地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风情习俗，它的乡下其实非常的迷人。抛开一些大景点不谈，这些乡下景点有时候会带给你另外一种视觉跟精神的冲击体验。
这一路开过来，我的感觉是什么？除了风景很美之外，道路啊，就是它道路啊比较没有坑坑洞洞，道路行驶上来的品质算不错啊。所以一路上呢，你在开的时候，除了可以欣赏美丽的风景呢，还有空气品质也很好，纬度高也不会太热，再加上空气品质不错，山上嘛，所以整路上的风景虽然是山路，走起来却不会很累啊。看看蓝天白云，只要看到下雪，我就会告诉大家，看到下雪要很开心啊，因为暖化越来越严重啊，现在越来越多地方啊不下雪，甚至滑雪场都要关闭的，这也是欧洲甚至法国跟奥地利他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滑雪场关门倒闭，很多地方都不下雪了。欧洲的暖化在这几年来越来越严重，所以希望大家在看我的节目的时候也可以知道环保的重要性。台湾近几年来也越来越流行滑雪，很多人喜欢到日本滑雪，其实欧洲也有很多很好玩的滑雪圣地，但是它就是比较远啊。而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阿尔卑斯山白朗峰腹地，有座历史悠久的山城叫梅杰夫、不是没有姐夫哦，它的翻译就叫梅杰夫，在法国非常的受欢迎。其实如果你很认真的在一个欧洲国家居住比较长的时间，而且定点在附近玩的话，你会发现在法国有很多靠近山的地方，它大大小小的滑雪场此起彼落，有时候同一个山区就有四到五座的滑雪场，而这些滑雪场还蛮竞争的。为什么？他们会设计不同的坡道，有的有夜间滑雪，有的有各式各样的滑雪在这个地方。但是在欧洲啊，夜间滑雪没有那么盛行啊。为什么？他们还是喜欢早上去滑雪，体验一下早上的阳光。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日本或韩国现在非常流行夜间滑雪。为什么？第一个没那么多人，第二个呢，你知道有时候太阳晒在那个雪地上面啊，会反射啊，那种紫外线很强啊，那亚洲女生嘛，一白遮二十几丑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都希望皮肤白一点，不要被太阳晒伤。但是在老外不一样啊，老外就是皮肤晒得越黑越好，那种古铜色的正是他们心目当中最美丽最漂亮的肤色。这里是梅杰夫，其实我已经来过这边，我既然自己来过，来到自己都完全忘记了，太美了。我去过太多不知名的小镇，这里是法国，接近法国白朗峰的夏穆里，因为大家都知道要去白朗峰，不晓得在法国白朗峰附近有一个法国人他们自己
奢华又很低调的小镇，这里叫做梅杰夫。梅杰夫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度假小镇。在这个小镇，很难想象竟然有 Hermès 这样子的大品牌。这个小镇经济能力很强，奢华低调，很多饭店小小的却贵得不得了。这里就是法国人心中最经典的梅杰夫小镇。这个街道的路灯、雪景，碎呀、啊，很美啊。那很少观光客听过，大部分的人这种在地景点的小镇，很多人没有听过的时候他就不一定会来，但是他却是法国人心目当中非来不可，一定要来，超越白朗峰夏目里的